称话，很多人很好奇你的身世嘞。啊，我的身世啊，死的都好笑了，别人都不喜欢跟我玩，好多人都看不起我，都不喜欢我，太寒酸了嘞。我怎么太寒酸了？我很好奇的说说了。你好奇过我是不是妄想说啊？说说啊。哎，真的是，那个时候穷的到什么地步啊？就一年到头能够买一身衣服的话，就开心的不得了。过生日的话呢，从来都没有一个生日蛋糕的。那我和我弟都是捡的别人衣服穿的，那个时候别人都不愿意跟我们玩，都觉得我们穿的很邋遢呀，就感觉都是乱七八糟的，大大小小的都有啊，就这样子就不合身啊，什么东西的。还是跟着我好，有衣服穿的啊。难道跟着我不好吗？以前都没有衣服穿的，现在有衣服穿了。你自己以前什么样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我以前什么样？你不记得我们俩在广州工作的时候啊，你就里面的这个衬衣啊，洗的都洗发了嘞，洗的鼓鼓潮了嘞，这俩有两个洞很小的呀，整个是的。哪里两个洞啊？这个背上有两个洞啊，被你刷烂了呀。你怎么观察的这么仔细啊？整个组都在背后笑你嘞，木了啊，就你不知道嘞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追你吗？说啊。就是怕我追不到了。